倡导的是小朋友可以从小就可以关注环保，公益其实很简单，我可以做到，你也可以做到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。通过这样的事情让环境变得更美好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们在享受在社会中享受权利的同时，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。